我是刀仔。截止到今天为止啊，我已经单身2400多天了。说这个不是想证明自己有多了不起啊，我就是想说，男的也行，把那个灵长类，哎，反正差不多就行啊。你这谁家有鸡蛋，谁家趁大米的，你多少展示一下，你没准不就成了吗？你们别拿我当圣人行不行？我可不是那神仙啊。这些年我的日子过的，一天到晚除了工作，就靠打游戏跟追剧续命啊。以前我那视频还拿平板放《武林外传》《数码宝贝 EVA》啥的，后来摔坏了不就放不了了吗？然后我就攒钱，攒了3个月，不对，嗯，道道你注意啊，你现在有钱了，你不能老哭穷了，你这样你找不着对象。我攒了3天，我这一个月好几十万上下，我攒3天，我就给他修好了，但是他又不让我放，说我没有版权。我当时寻思没有版权，咱就买不起算了嘛，你们就假装这儿有个平板好不好？你真的是，我这整天一个人做饭，一个人吃饭，没有东西看，真是活不了。另外我提一嘴啊，就是对象这个事儿，咱看看谁家有富裕的，能不能就是。